是根本他真正跳着玩，有十几个花，真的。祝愿他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
然后常老师您简直那个中间的中间的呢过来一点点过来一点点你要放在中间这边过来一点点尊敬的各位嘉宾尊敬的何会长今天我很高兴我也是山西人今天参加咱们山西响灯团的聚会广东杨家春节感到非常高兴我是一个书法爱好者这多年的话我就是钻研研究景字景字的写法写这个景字尤其是写这个景福寿啊写这个大寿锦寿字前年评为中华书文化书法百家2013年到台湾去赠送给马英九主席和连任主席在咱们这个国宾馆政协礼堂在那儿书展的时候又受到咱们老年朋友的欢迎我也给大家讲一个事实现在可以说咱们中国也可以说世界老年人现在占到20%每一家都有老年人都有爷爷奶奶姥爷姥姥所以呢这几年我们熟悉啊我就钻研这个金寿字所以这次呢我想给咱们老年朋友的一件生日礼物那每个人的话过去老年人过生日子女的话给送糖霜蛋糕现在呢在老年人过生日的时候给送上一副金寿字不是金福字一个传统的对联蓬荜生辉所以呢受到老年朋友的欢迎所以这次的话到异国他乡啊到咱们美国好多老年朋友的话要过生日所以呢我大家如果有兴趣我可以贡献给大家尤其给我们老年朋友谢谢大家那您这几个字怎么给我送的啊这几个送老年朋友70岁送给老年朋友也行啊那个我们今天晚上的奖品很多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抽奖我们还有两个三等奖我们下来还有两个一等奖三个一等奖三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还没有抽请大家赶快坐下来我们请念号码了先请那个尹哲段颖哲上来给我们抽两个三等奖杨友
好，第一个是118988五。118988五，二等奖，摇摇把秀把把物。啊，这里这里。一个二等奖，恭喜姚叔叔阿姨，赶快照相，恭喜叔叔阿姨。下面一个118992七二等奖，118992七两遍哦，恭喜你118992七。抽两个二等奖，两个，哇，这眼睛你眼睛也太118992以乙把旧把物旧118989运气很好，下面我们抽一等奖吧。我们先把三个一等奖拿到前面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你们看想不想要？因为这是一个花瓶，是我们理事张蕊给大家捐赠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花瓶，应该叫中国瓷吧？啊，这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一等奖，这个是风米先生给我们大家自己亲手画的羊，他的琴曲杂炮，他自己画的羊，自己做成的卡，是很有收藏价值。今天是羊年啊，后面还写了字，还有签字，还有签字，这个是风米先生赠给大家的。他写的是献上一只羊给咱三秦父老，还要请咱书画协会的各位老师指教，很谦虚啊，这个风米老先生。好，还有一个一等奖，是一个非常漂亮精美的瓷器。很漂亮啊、哦！我们现在开始，这个是李氏段以哲捐献的。我要，这样吧，那你得抽到。先拿着，我们请这个，我们请夏廷芳律师来给咱们抽一等奖。他说抽到他自己，我说抽到他自己，算我的。把这个先给姥姥了。好，马上就给老爷姥姥了。这个做笔记的，手里啥也没有。我要改。验号，118987。
118-9897。啊，李玉祥，哈哈，太好了，太恭喜了。心里想的就是你。谢谢，谢谢，谢谢大哥。您是来之前的底下已经打过车票了。给老夏抄一个，抄一个。我就要这么讲。你就要这么摇。哎呀，摇过来，摇过来。康熙的。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下一个我们再有请我们这位老先生，好不好，给我们抽一个一等奖。老爷帮我们抽张奖票吧，一等奖。老爷抽的这张号码是118-9873，118-9873。两遍，你确定是你啊？别念错了，错了罚款了。118-9873，没错。好，那你要哪一个？只能选一个。好，恭喜您了。好了，我们剩最后一个奖了。我们请书法协会的会长在吗？这儿。书法协会的会长，也是我们香港团的团长，来帮我们抽张一等奖的最后一个。118-9886。哎呦，好啊！八八六，多好啊！886，谁的这么好的号码？谁的？118-9886，两遍。最后一次。118-9886，三遍，重来。那就是我了。不行，重来。118-9869。118-9869，这一等奖送出去了。118-9869，两遍哦。118-9869，没有。看早点离开的朋友，我真没有这么幸运啊，没有拿到。没有，索菲亚，你中，你中了也不算啊，你中了还得捐回来。所以你不用怕了，中了是一种幸运。对，中了是一种幸运，但是你得再给捐回来啊。那我们继续抽，把瓶子给放走了。最后一个一等奖，那花落谁手？索菲亚，再继续抽。不行，我们还得借夏律师的这个。Lucky hand, OK? 好了好了，你自己念。118-9925。哦，对了，还有最后一个奖品，谁中了？你是这个中的奖品。Are you sure it's yours? I think you're so quiet tonight. Why you just got the last one? That's right, OK? 118-9921. No, that's not fake. That's true. That's real. OK, congratulations. You want this, you want this. Congratulations. 你要这个，那个是这个，这个，这个。好，最后一个，我们还有这个瓶子啊，这个瓶子。那这是谁啊？就归我了吧。特等奖归你了。这特等奖。特等奖。118-9840。哦，你的。